30块钱。胖子多。来碗抻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宋小宝。哎呀妈！我老喜欢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宝哥，咱俩照个相。行行，来来来，上这来来。行，好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你往那边。哎呀！小妹儿，你俩你咋这么笨呢？你这体格，咱俩坐这个凳子坐不下。那我大俩边吧，哎，这边你坐实了，你坐实，哎你坐实，哎，大哥，哎，猛点啊，一二三，嗯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再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宝哥啊，谢谢你，我发微博行不？行行行，那我圈你，你转发，那你叫啥名？大脸猫，行，那我给你转发呀，等你转发呀，谢谢宝哥，拥抱一下吧，好好。谢谢宝哥，哎呀妈，太高兴了！哎呀妈，遇到宋小宝了。小宝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，尤其是我老伴儿啊，他特喜欢你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大爷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多了。60多呀，还喜欢我呢？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，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哎呀，回去代我谢谢大姨啊。哎哎哎，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，得把他乐坏了。咱改天来了，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好吃啥呀？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行行行，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着呀。哎，我忙去了啊。忙。哎哎哎，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点点什么？那个啊，烤鸡头啊，完了呢？那个，你不看电视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天忙啥样了？我都累这样式，我哪有时间看那玩意儿？不看那玩意儿，你说点啥？点菜吧。点菜，给我来一个，来一碗抻面。抻面，嗯，8块。来一盘拌菜。拌菜6块。再来两盘花生米。3块。完了呢？完了，够了。你不来个鸡架呀？咱家鸡架特色，老多客人都奔咱家鸡架来的，可好吃了。鸡架好吃啊？那你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好嘞，鸡架8块。不要了。咋的呢？我小时候我就不怎么爱吃鸡，啊，不要，那这够了是？来瓶啤酒不？啤酒来瓶去。哎，好嘞，啤酒4块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怎么呢？不要了，我喝啤酒生人过敏。7嘎子，就来一头大蒜。大蒜不要钱。2头。等着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我小宝，我搁电视上看着过你。对，是我，小沈阳。哎呀，感觉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。不是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吧？现在宋小宝，我最烦他。他演的啥玩意？演的东西太善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说他长那么黑呢？他的啊，像小黑驴似的。离老远一看，这俩牙跟那飘着飘着，我这是。哎，不是。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兄弟，缘分，这个人碰到你了。哎呀，这家这缘分，我老喜欢你了。缘分，哎，到齐了啊。好嘞，这是缘分。好嘞，慢点，不着急啊。哎，你慢用啊。好，真嘞。我兄弟，这真大腕，整吃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抽吃一口就行了。服务员，过来。不是，你先生，你点点啥呀？哥，你看。初次见面啊，来，嗯，说，给上俩菜，上俩菜。哥，你那么远啊，这我都够吃了。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还不行吗？给面不？给面不？不是，咱不给面是不是？要撕脸是不是？啊，那让你点你就点得了。那你这样吧，点一个。实在要点呢，你给我点个鸡架吧。你不是你从小不爱吃鸡吗？那玩意有啥不能吃的？快上吧，上鸡架完了，取5箱啤酒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冷了。来，家人，哎呀，可是能遇见你，咱就是缘分。来，哥，说着，不行，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来，行，我代表全场，谢谢你。